其实我哋短短嗰半个钟至九个字嘅剪发过程啦，做出嚟嘅嘢就系可以令到嗰位客人，我听日见工，我今晚约咗个女仔，如果我剪咗个头系 sharp 靓仔嘅，咁都事半功倍。飛仔就是以前五六十年代的人叫一些不是那么乖 的人的名字，其实是英文飛 的諧音，就是解作你如果肯剪飛而走出街，其实就跟大部分人很不同，就是好像很不听话 的男仔一样。其实我就想趁廣東話仲未消失嘅時候，就等佢有啲嘢俾人記得啦。同埋你見到好多 pomade 都係用外國嘅名字啊，咁我諗住啊 keep 翻一個我哋屬於我哋自己人嘅 product 都幾好啊。即係雖然我都仲未係香港製造，但係就品牌形象上，我都想 keep 翻系我哋自己香港人嘅发蜡咯。喺同一个人嘅头型上、发质上，间唔时转下唔同嘅嘢，即系只要睇落去仲系 man 嘅，仲系似一个男人，我哋都会尝试。变下玩下，系即系呢样嘢，我觉得几有意义，所以。其实我做了18年都没觉得闷，其实都挺干。所以其实一直做下去都挺开心，我应该都做成世这件事。